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十场赛事三班千四大热系十一，黄旗举起，黄旗仲系举起噶，随时起步噶。哇！十一得翻$31，168啊，着咗绿灯啊，独赢。嗱，黄旗持续举起咗嘅。哦，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集嘅马又厉害了啦，南区又两只马零四快嘅，中间位置有型有福啦，嘉应精彩啦，最出嗰边就美丽满分啊，内栏咧就延续美丽啦，中档位置浅紫色衫咧仲有超城宝宝啊，内栏绿色衫啦，咁啊跟住啲群马嘅后边咧仲有一铺中横啦，另一只绿色衫嘅马中档位置有共同胜利啊，内栏尾五啦，橙衫橙帽有精彩非凡啊，后啲嘅马有呢只醒目勇驹啦，幸福有钱啦，中间夹住尾二白衫杨帆顺风啊，包尾嗰只咧。就是安城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美丽满分咧就埋到嚟咯，真系放到啦。第二位嘅马系嗰只南区友啊，第三位内栏位置厉害了啦，第四位咧咁啊仲有嘉应精彩啦，内栏第五延续美丽啊，外边啲马开始冚上去咯，有呢只黄衫红帽嘅有型有福啦，出边绿色衫咧就共同胜利啦，仲等紧入边啊，绿色衫仲有一铺中横啊，掟到最出咧有安城啊、醒目勇驹啊、橙衫橙帽精彩非凡亦都追紧啊，兜到嚟仲有300零。咪啦，美丽满分斗紧南区友啊，咁啊厉害了，亦都上紧嚟一铺中横咧，哇 S 型走位绿色衫咧就上紧嚟，外边位置仲有精彩非凡啊！最后100米到，厉害了抛嚟咗一个身位啊，一铺中横追紧佢啦，出边位置仲有呢个精彩非凡又系偏嚟偏去，最后50米厉害了占先，一铺中横逐步咬上嚟，终点嗰步厉害了，似乎好有机会顶到呢只一铺中横啊！两匹马就抛甩咗后边噶啦。第三名的马咧就系片嚟片去嗰只精彩非凡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厉害了就走啦先噶啦，一步一步上嚟就系11号嗰只一铺中横，咁啊两只马掟甩后边啦，精彩非凡就跑第三，共同胜利就跑翻个第四啊！哦，厉害了啊嘛！周俊乐终点前都一路顶住啊嘛，外边嗰只11号一铺中横啊胜出啦，尾场赛事一铺中横跑第二啊，第三名嘅4号马精彩非凡田泰安。方家柏又是上名啫，跑第四就要嘅共同胜利何泽尧啊！我估唔到上翻嚟千四排外档，可能对手真系唔好叻啦，咁顶住隔篱嗰只唔难嘅，顶住你只一铺中横啫嘛。都顺利胜出骑士王嘅，虽然话多第二啊，咪恭喜晒伟达今日都攞翻 win。但系言顺啊，请保留彩票啊。暂定名次就51-42，睇下边度会唔会有片段睇翻，边度又需要言顺啦。关于厉害了同埋一冇断啊。是不是有少少挨挨碰碰呢？你看看直镜才知道。5号、11号啊，距离短码头。厉害了，是直路的时候有点外闪、啊。
哎，但今日都连都出击噶，两个第二之前当家后王啦，精彩。我估唔到，谂住之前千二落去恰下啲对手啦，上翻嚟千四赢啊！佢都系恰对手啊，呢场弱咗嚟噶嘛。咁啊系，仲有佢只赢。睇翻头马相啦，见到里面啊厉害了，带住鼻箍啊顶到掂线先。啊，莫雷啦，攞咗今日嘅第五个第二啊！睇翻长廊影片啊，睇下直路，顺便睇埋一啲碰撞啦。好啊，先睇下早段先啦。好開閘見到呢就大致都幾齊啦，但我當嗰啲馬都搶嘅，譬如美麗滿分啦、南區有啦，咁所以頭段呢都拉得快咗。厲害了呢跑下跑下呢陣間去埋到欄添㗎。中鬥位置嘅加應精彩啦，有型有福就即係大口得滯，啲馬留唔到呢一望空就難啦。跟住超城寶寶內欄延續美麗啦，一鋪中橫就伏住個貼欄第七嘅，喺佢隔離呢就共同勝利啦，精彩非凡都係嗰堆。包尾嗰四隻醒目勇驅、楊帆順風、幸福友善就鬥後啦，包尾就安城。咪呢度埋咗嚟啦，美麗滿分。不過你重磅咁樣用嗰啲力埋嚟咧，翻到嚟都會有爭啲啊。第二段好快啊，廿一秒一日啊，捱唔住噶啦咁樣啊，俾人逼住一路段段都逼住你。咁所以前面咧，南區有都散啊，係嬌姐厲害了頂得到嘅啫喎，跟前嘅。後邊咧睇下田泰安精彩非凡咧，轉嗰個位都好柔喎，即係好似有冇左段好積極啊，壓住啲靚位先，咁啊一路慢慢篩出嚟。不過只馬都係片啊，直路啊。咁啊睇下個兩隻頭二名馬啦，嗱莫雷拉呢度轉位嘅六三嗰只啦，一步中橫，厲害你話黑色鼻箍出咗嚟噶啦。啊，兩匹馬咩嗌碰先？真係打落去只馬一路向外閃噶。外面精彩非凡啊！自己闪，最紧有冇撞到先？最紧要啊！好似少少挨到咯，掂啫噃，呢度都到咯，暂时都系言顺啫啊！咁大家又冇明显嘭一声撞埋去啦，如果唔系甩噶啦，短码头。周俊乐都有修正嗰个动作嘅，掂啫呢啲啊。咁因為勝負距離好近啦，咁要睇下究竟小組點樣判決啦。但佢一路個馬頭身前兩又頂住你嘅喎，厲害了係嘛？你過唔到佢嘅喎。嗱，睇一次啊，呢度轉出嚟，咁啊，周俊樂開始落邊啦，拍啊，一路打住左手邊一路片。輕輕挨住一下咯，呢度到啦，呢度啊，十一號解安啊，唔係，咁啊，言訊等等先啊，因為冇暫時係未有抗議啊，睇下個質鏡啊。大家其實都冇乜話停手嘅，都係係啦，騎住幾多都啊。即係如果唔係，我哋頭先一個鐘都睇到啦，如果就好明顯啊。呢個角度啊，難睇啲啦。係啦。要走盡落去到終點個人啊，卜一卜落去啊，壓線。追足一條直路嘅、都可以講係啊。我等緊五號、十一號言訊啊。咁啊，結果又話普通賽事又開正路喎、今日喺嗰啲級制賽先至特別誇張嗰啲派彩。係啊。好，上翻馬咯喎，見到周俊樂，睇下係咪冇事啦？偉達咁啊，牽住阿徒弟，影張頭馬相。我馬主係啊，係你喺邊？限聚令啊，拉行開啲嘢要。冇助手幫手啊。偉達自己牽引。可能係咪都影咗張相先？馬主喺度。
咁啊，洛菲摆前一队唔得喎，尾场南区有美丽满分啊，冇办法啦，前面太快啊，熄咗灯啦，现场都啊，好冇问题啦。51-42，咁啊，头马上都影埋啦，赛果不变嘅。等一等个预计派彩啦。今次师傅喺度冇走到啊，冇提早走，尾场睇埋你先，赢埋啊。有机会啊嘛，冇咁早走。上次冇马出啊嘛，尾场。好啦，嘉玲观众留意翻啦，咁啊想睇正式派彩啊，其他大彩池嘅派彩啦，可以上翻荧光幕上马会网页啊 ，www.hkjc.com。记住啊，嚟紧赛事就星期四啊，咁啊下一次嘅赛事。头场开跑时间都系6:45啦，跑够场。冇错啦，系跑马地马场嘅。好啦，又正式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啊，五号厉害了啦，独赢81.5位置派30元，跑第二名11号一铺中横位置派13.5，跑第三名咧就系4号嘅精彩非凡啦，位置派19元，跑第四名2号共同胜利。二重彩5号、11号顺追派505元，三重彩5号、11号、4号顺追派1529元，单贴派214元。Q 咧就5搭11啦，派132.5，位置 Q 5搭11派52.5，4搭5派96元，4搭11派42元。完成时间1:21.8啊，埋个比奖时间少少。三甲一个派彩咧胜出咗，系咪 A 二隔夜半热碗派31.5？四连环2号、4号、5号、11号派375元。四重彩5号、11号、4号、2号顺序派10821元。五号美军5号派15272.5，头关九美军11派1330元。马蹄派92.4836元。三宝啦，头关八，次关九，尾关5号派59812元，尾关11号就派4720元。六环彩派9143元。六宝奖派309926928元。均达式都中好嘢啊！不过中唔晒嘅，咁4月11号啦，六宝奖会有183232359元嘅多宝啊！睇埋尾场分段时间啦，头段13:45，第二段21:21，第三段23:06，末段23:64，完成时间1:21.8，万国标准时间1:00左右啦。